在凤位之上便得顾着这个位子不被别人夺去。牛莲长这么大，她得了这个不治的症候，这可让本宫怎么办才好啊。珠儿，你有喜了，这个孩子来得正好。珠儿，宜贵人昏死过去了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在照顾她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？一个人所怀的龙胎中毒甚深，明显有服食水银的迹象。是沉水香的气味。珠儿，您做的事情实在是非人所为，奴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无论如何，奴婢都不能再隐瞒下去了。如懿传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。